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嘟嘟 Ann， 我是一名连锁店的老板娘，也是一名全职妈妈。我的头发天生就比较少，再加上平常工作都比较忙，所以我都没有时间好好的护理我的头发。作为一个爱漂亮的女生，我从小就因为掉发的问题，没有办法像其他女生一样尝试各种不同的头发造型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突然在 Gym Clinic 的 Instagram 里面看见了一张他们顾客 Hair Rejuvenation Program Before 和 After 的图。哇哦！黑皮RP 就是抽自己的血，再打入自己的头皮那里，它会帮助血液循环，有助于头发再生。一开始他们说要抽血，我就哈。每一次都要抽血，我就非常的担心，因为我就很害怕抽血啊、打针这种东西的。过后我没有想到，每一次打完我都会，哈，好了啊，完全是没有拉色的。过后他们拿去 process 过后就会打到头皮里面哦，整个过程都是没有任何的感觉。经过几次的护理，我看见我的头皮状况已经越来越健康，我也非常的满意目前头发生长的进度。如果你和我一样遇到了脱发问题，不要害怕，你可以来到 Gym Clinic， 他们可以帮到你哦。